卖呀、啊、手脚你放给他们俩红回来呀红回来现在，哎呦，对啊，你肠胃在那里？这里，啊，那里，二三，一，三，三，啊，男的楼上，还有一层，还有一层，啊，舒服了咯，你们有床了，换这些姐姐跟你们讲什么，你们要听啊，啊，这样就乖了，在这边就要鼓起精神了，对，所以校长也问过你啊，要不要去一个好的环境、舒服的环境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懂吗？这里不是孤儿院，知道吗？大家都有爸爸妈妈的啊，只是爸爸妈妈呢不能够在身边啊，不能够照顾孩子，那么就送来这边。过年过节要回家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爸爸妈妈要过来看也可以，嗯，啊、就是晚上要过来也可以，只是不能出去吧，在这里看罢了。OK。对，是不是比你家里的环境好得多？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你很容易生病，就是因为家里太多细菌了。你看妹妹生，啊、看生东西了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太多细菌了，不可以啊。啊，要去问。明天啦、啊。什么？有去打生化小吗？没有啊，我会叫你就去办转校手续，把那个手续一做好了，你们就是转去什么物流了。到时了，到时再安排。到时 ，OK， 再安排你去 ，OK。那么这个，再安排你上去。我叫人家买睡睡，他们讲三四点拿来。哦。我有放啊，等下我放在那边沙头哈、啊，我放了。他没有做工会来。过这边肯定是没问题了，因为你看很多都是做了八年九年的，这边的很多，那十多年都有，哦，住了十多年，二十七年前没有，二十七年前的都不在了，啊，二十七年我开始都没有，都没有都长大了，嗯、他们结婚证啊，你的手，甚至他们这边特别 OK 啊，你放心嘛，最重要是，你昨晚上睡得着吗？因为你是你照顾他们长大的，先带他去达曼达斯给他做这个欢送会，过后呢，我们就这个小的第二的啊，他我跟你讲，他背后啊，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带他去medical check up了，我们再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子。好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 no comment for 我们这个东西。所以那个大的也是讲他腰骨痛，所以我们也是要跟他们太久睡在这个小溪上面了，所以有点什么情况，我们还是要送他们去medical check up，这样会对大家会比较公平一点。嗯，好、哦。他们所以他们会转校的吗？啊，对，等转校证到，等一下我就拿上去。什么身体上面的问题呢？啊、之前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什么病啊，啥子？有问题的。第二的会比较差一点，他的身体。